总是呢提醒我们啊，众生本来都是呢在这样大空间里的共业啊，所以需要大家共福报、共福造福啦。师父一直讲吼，我碰到了这一波啦，难以言喻啦，无法度去分析。但是呢，还是爱不断来护佑啦，护佑。这就是给咱教育的事，无咱敢那一直听佛法，都是讲吼无常啦、啊苦啦，什么叫做无常？什么叫做苦？无法度去感受到的。现在是来一波吼，和咱全球共同一次的共教育，这是普天之下共同的教育啦。所以呢，大哉教育啊！啊，众生呢，会醒啊，未醒啊，还是很难呐、啊。烦恼的代志真正是真多啦。不过呢，师父要跟大家人讲，不要紧张，我们要安住心，我们的生活行动啊，要提高警觉，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这么说。上重要啊，斋戒，斋戒。斋就是素食，素，而且呢不杀生，这叫做修斋，就是素食。戒就是戒杀，这样叫做斋戒。所以如数啦，上好期待咱大家人呢，尽量要叫大家人拢全素吼，很难呐、啊！啊，慈济人呢、啊，常常听师父的讲话吼，那很自然，心里就会准备，不然，是不然。这不然就是讲吼，不吃有生命的，所以无困难呐、啊。但是厝的人呢，我们都是顺这个机会。跟大家人分享，但是呢，也要让家里的人呢欢喜接受，啊，不要勉强，不要执着，啊，不过呢，一定要有这样的受大哉教义的警惕，这是大家人啦，吼、哦，爱有安尼，总是呢，这是。好啊，真较烦恼的吼，是天下事，天下真正是人数真多，总是呢跟天地无离开，所以讲天地人呐、啊，这时间空间呐、啊，人甲人的中间。讲起来，时间，咱慈济呢，经历过了五十几年，咱听到，咱的中华应该也都很资深，捌做者啦，走过来有四十年以上的很资深的，亲像蔡宽银都三十多年了啦，总是呢。这样很资深陪的师父一路走过来，咱从祖先至到医疗至到教育，慈善医疗教育呢，就是一个人间不可缺少这样的良能啊。所以祖先面对的是要全球，常常看到这张地图呢，会感觉讲吼，那个量一滴一滴的量啦，
这个所在有自在人，他也亮起来。因为呢，只要有自在人，迄、那个国家，迄、那个国家呢，有啥物大风小事啦，我会真安心。第一，我会问讲，遐有看到灾情，遐的慈济人平安吗？现在资讯很方便，一问回答，我拢平安。我们还会再问啊，灾情安怎？因就会马上回答。干那知哦，知影啦，离阮真远。我就甲伊讲哦，抗灾了以后呢，衡量一下咱的人力物力，咱会当行到的偌远，会当做到有偌多。这呢，就是一项我伫咧看遮的地图，会当功能啦，就是安尼。其实良邻是他们自己就地取材，发挥良能，及时关怀。这呢，总是慈济。慈济的大家庭是涵盖了，涵盖在地球上，它都有可以发挥良能。那这是开阔的，所以讲起来哈，希望讲哈，咱唔通轻视咱的力量，哪怕呢，我嘛捌讲过了讲。亲像高侠，也唔通轻视高侠的小。高侠也可以攀爬西米山，灰金菇呢合群起来，埋葬闪闪发光。所以讲，需要的就是一点心。心，你的心看不到我的心。我也无法度真了解恁的意，不过呢，咱来有表达出来，迄、那个心意啦，知心会意，会当知心，会当会意，那互相会当了解。所以讲，要知，要识，要了解，吼，这真重要。我们总是自己呢，心中有主宰。我是主宰人，主宰人的任务啦，就是要广度众生。度就是从此岸而度彼岸去，而且呢，从我的心彼此呢，把它引领弘化，把那个心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你的心。我们大家共同有佛心，所以佛心啊，敢那是字佛字，它叫做感，感悟。我们人人呢，以佛陀出现人间，那时代虽然2000多年呐，那就是看因缘，我。总是呢，有这样的因缘。2000多年前佛陀的精神力量，它不断不断经过了时代变迁，在这个每一个时代啦，都会有发心立愿传承佛法的人。我是真期待吼，大家人的发心会当。共同一心愿呐，那尽量来鼓励呢，善行如数，贡献如数，这个贡献如数啦，人愈多啦，迄、那个好愿力，大家人好心有愿力，这个发心立愿，多一个人，我愿意。人多了，虔诚的意念呢汇合起来，
会当讲吼，大家人赶紧宣导善行，那如数。所以我拢讲吼，大哉教育啊，那难以言喻，唯有呢灵方妙药，就是斋戒如数。斋戒呢，持斋、修改、修改就是无犯法。咱的这个所在，那拢总显人不犯戒啦，拢是行善，无犯戒。这个土地，它就会很干净、清净啊。